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夫妻对话宛如捡到枪。老婆她提了一袋衣服回来，当然就会开始念你这个败家的女人，你不要是不是？这辈子你都休想老娘再买衣服给你。当年要出去的时候，我就跟她有过一个协议，回家以后不要做家事，答应我好。时间久了还是要做，我鬼让压开。你现在翻脸不认账，你现在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买的、住的，全部都我赚的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